卡了吗？刚才电梯里面卡了。不是，现在好吗？下来，好热啊！好了吗？现在？你下来，快点！是吧？把空调给关了。谁把空调关了？灯打开了。灯被关了。每次都被关了。开一下灯好吗？没有声音。开灯好吧。是有点恐怖。今天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很意外啊？我们对于你的意外已经见惯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惊喜了。对，现在已经习惯了你随时会从房间各个角落冒出来。有可能今天从柜子里面冒出来，有可能从床底冒出来。不是，今天是你们新搬到这个新宿舍吗？宿舍。宿舍。新宿舍。哇，你普通话好标准哦！小李这一口标准。很佩服你。小李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哎，我刚才那边说。所以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你们在干嘛啊？我在看书啊。在睡觉。我在看书啊。早睡早起才有好精神。谁呀？把空调关了？你啊？李小姐。不是，因为就是想到你们是新搬过来嘛，所以我想带着大家一块来看一下你们这边，过得怎么样？好看的呀。就是有点乱，因为才搬。就特别乱。对，因为才搬过来，哎呀，还在修。对，因为才搬过来，还在收拾，还没来得及那个收拾。对，你们这个床就是这样设置的吗？两个床是拼一块的吗？这是我们自己拉的。他们自己为什么要拼一块啊？我要弄，这是阿姨给我们弄的。咱们自己绑在一起了。对。我说现在我脾气非常暴躁。为什么？我脾气非常暴。这个房间都是谁和谁呀？这是何乐乐、尼莫跟何乐。但是你们，我刚才看到你在那间房子啊。我在给他们修空调，空调烂了，我在插都插不进去，我在这儿。他们空调不是本来就。我觉得我觉得。我们那边空调只有一个空调里面。我们在蒸桑拿。对。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露宿宿舍门口，睡宿舍门口。这好热。你们把门关上，空调凉风中。对呀、啊，好热、啊。对。好，还是等一下，你们进来立马就坏掉了，立马出去。快出去！知道为什么我们来李默房间这里吗？因为李默的房间是最凉快的。哎，你这是在录像还是在干嘛呀？对，我在直播啊。感觉你在录像。什么？在直播？你说我哎，你不要随便动，他杯子给他呀，很烦啊。现在我脾气很暴躁。十块钱一次嘛。给你们讲过了，你们还不相信？不是这个不凉快的可以。但是我觉得晚上的这宿舍看过去是很这里这么多人肯定会这样。对，真的是太热了。现在大家卡吗？如果卡的话你们就给我讲吧，因为我就好直接就给你们暂停掉，我也懒得就再这样举着手了啊。我们黄色有一点暴躁。黄色有一期一直卡吗？暴躁卡吗？不卡。黄色有点懒。不是你们之前说你们都各自新剪了头发吗？对啊。就最丑的是哪一位啊？我觉得是十一。来，十一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十一，给大家看一看。我要装睡。我怎么装啥？装睡。我是一个。好黑啊，这里面。快打个光，打个光。有光吗？光灯光师，灯光师。马上我要听到灯光照在他脸上。怎么样？等一下，别调个光，哎，再好，再好一些，再好。还是很黑。下次直播记得给我们，让我们提前给十一换。他怎么脸和脖子是两种颜色？是白色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现在发现航航有白了。来看一下我黑吗？嗯。老师啊，等一下，这你白，白，特别白，我是最白的现在。我不信。我看来我没。这个房间是。他肯定没。林墨和何露露的。已经闻鬼变了。对，不是，不好意思。姐姐，欧辉说我最近脾气很暴躁，我跟你讲过了。我继续打坐了。那个，那我去看一下其他人的房间，好不好？不好，这里就他们两个，其他。那其他人房间带我去看看，好吗？我们的房间要稍微窄一点，可能要走个。你房间多好。我们房间可能容不下这么多人，我们房间比较小。我们房间，对，我们是，不在。
这叫打码。啊！不能让大家看见我们是。这就是我们的桑拿房。对，是我跟那个方小瑞的。方小瑞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我跟方小瑞啊。你们为什么都要把床给拼一块啊？因为床很小啊，拼在一块。这么大，你跟我说小啊？他们这是一米的床。一米二啊。一米二是我和十一睡的，被我们抢到了。这个叫感情不散。这不是九十厘米的吗？一人一半，感情不散。嗯，然后，对，这是空调好的那个房间。你们知道空调坏的那个房间在？然后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桑拿房。他们的桑拿房在那边。对啊，为什么我对我的床垫也是非常无语？他为什么？王小伟，我要看右上角。哎，这谁的床啊？我的。少女心，少女心有没有？你是 Hello Kitty 的床垫吗？我要抗议！为什么他们都是这样的？这样的，也是 Hello Kitty。我是粉红色。不是粉红色，一直都是我林墨本人代言吗？转过来，还是这样的，真好看，好喜欢哦。其实他们这里挺好的，还有阳台，就像真桑拿一样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房间之后，再看一下我们房间。来，我们何洛洛房间已经算是已经比较好的一个房间了，是吗？已经比较好的一个房间了，是吗？这个插头根本插不进去，这个插头。不是刚才我一直在弄，而且我还用牙。压根根本插不进去。用牙齿咬。跟个桑拿房一样，好玩，特别的好玩。马上我们去个裤腰带。没跟你们助理讲吗？你们这个房间没有空。助理讲吗？你们这个房间没有空调。讲了没有用啊！讲了没有用啊！没有啊！没有人买新的呀！我听到他们前面买的都是九十厘米、一米的，我们这个合作的是一米二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脾气很暴躁。我跟你讲了的。你们两个的床最大还暴躁，有什么资格暴躁？就你们两个说。我给你们打抱不服行不行？打抱不平。这个脾气很暴躁。哎，太热了，你们这边我还是回你们那边吧，太热了。不是，你不要去我们家，我们那边不。我们那边空调关了。我特别感受一下我们真桑拿的感觉吧，特别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地方空调也没有。对。对吧？对，空调是个，嗯，对。这是白墙，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这个地方很好。对。结果一来呢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下面都热得像个一个那种那 VIP 的感觉，一来，哇塞。哇塞。你们入户大厅，我以为是五星级的酒店，好不好？而且不让我进呢、啊。他今年级他还是刷卡的，我去。对，我们这次只是所以很花一点钱。对，一进来，不拍了。真桑拿，空调插不上。